空污在台湾各地随时都会发生，在台北市，在不同的县市都会有空污的状况，非常有可能使得人体的状况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所以空污来袭，请大家自己小心防范。空气污染的问题我们要共同面对，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空污死神来这个地方抓大家，因为空气污染会导致人体有非常大的伤害，甚至对于整体的身体状况会非常非常的糟糕。而最大宗的污染是尤其是工业，那行政院经济部环保署他们批准了工业的执行，但是完全不监督，所以造成我们现在目前空气污染最大的原因。各个财团，你们的工厂，如果你有良心，你应该站出来为怎么样让空气更干净来做努力。很重要的事情是赶快要进行所谓的产业转型，台湾不能再任由这些高污染的产业持续扩张，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不分国民两党在他们执政或在野的期间都一样在支持这些高污染产业的持续扩张，那所以我们要求应该要尽快的推动产业转型，然后推动绿色经济，这个才是解决之道。云林的乡亲，云林的朋友，1226不要忘了站出来表达你们的声音，表达你们对这个国家对我们云林乡亲的无视，表达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这个错误的经济体，表达云林县政府绿色执政长期以来跟六轻的官商勾结，云林县绿色执政已经第十年了，为什么六轻的灾害，为什么六轻扩产一直在延续，为什么无法管制它的污染，无法控制？云林的乡亲，你们不能再漠视了。像云林县政府那边要提出来禁烧深美石油加这个高台派的东西哈，结果经济部跟环保署在制止这样的行动，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政府对减碳减排的这样的行动是非常的落后的，是非常落后的。现在趋势都全世界的趋势都在减碳，怎么样减碳，甚至怎么样把燃煤电厂的这样的建厂把它降低越来越少，但是我们政府是背道而驰的哈。那刚刚我们来自中南部，他们都说中南部空污非常严重，但我要向也要提醒新北市、台北市跟全球进步城市比起来，空气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像我们台北市跟东京比起来，就落后了差不多15年左右。所以，我们台北市空气污染是东京市的2到3倍。那如果跟温哥华比起来，大概会4到6倍。反空污抗暖化大游行，反空污抗暖化大游行，下午一点，环保署见，环保署见。